社会。真的啊！现在是不是很兴奋？好兴奋哦！超好玩的。小声点。你们终于知道我平常面试。我知道。同样，今天这个整人呢，是我们今天一早来就有很多学妹，今天是全部的新妹要开始上岗。等一下我们用那个包装是用调查局，你们调查局是真的，真的，而且调查局平常玩就已经很有压力了。对，反正等一下呢，我们出的题目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就是我的，是我的学姐。嗯。学妹我们吗？就等于第一印象，现在一早嘛。嗯。然后你们等一下就摆，故意这样面就不理他们。都坏。然后就摆一副臭脸。太容易。看他们那么斜脸。真的，可以翻长脸，翻白眼就好了。翻一下，翻一下。等到下午要录的时候呢，谁写你们？你在定他。观众朋友，不要太认真哦，这是一切都是整人的计划，好不好？欢迎今天来到黑社会原地，我们正式开课，好不好？好，玩黑社会。